我是瑞博，今天是2007年5月31号潮州站14点54分所拍摄的是 G91 次经由屏东县靠榜寮的复兴号 R15、R134 复兴号车厢准备驶离哦。又只能说他关门了。久违的复兴号，对吧？赶快开走，赶快开走！赶快去91次复兴号驶离潮州站，再见，拜拜。